好的，欢迎回来。那这一节环节当中，就是要体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，就是时尚女主播。所以在我们抽签决定时尚女主播要干什么之前，我们要请回六位选手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，掌声有请六号，哎，六号、五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一号，来，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好的，欢迎各位。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时尚女主播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播正规新闻也越来越发时尚了，当然娱乐新闻更是很时尚。所以今天呢，各位，首先我们在决定大家要播报的内容之前，大家要抽一个签啊，决定大家到底要播的是哪一类型的新闻。所以来，所有女孩在我手中这个宝盒当中选一个小纸条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真是静哈，就安安静静等着最后。抽到新闻的三位选手留下，娱乐的两个字的选手做下一轮的准备，可以先到我们的后台休息。抽到新闻的三位选手留下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新闻呢稍稍的有一点难为各位女孩啊。现在我们以示公平，每人一份我们的这个新闻稿，待会儿大家会只读第一段哈，只播送第一段，只播送第一段。这个新闻大家会看到屏幕上显示是没有标点符号的，所以其实对于各位女孩来讲是有一点稍稍的难度，不过没有关系啊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大家注意看我待会儿看的哪一集啊，然后呢看一下我是怎么进到咱们这个新闻播报的，待会儿你们要做的时候要注意啊，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，所以你们趁这个时间呢来看一下稿子。好的，我们请导播进一下音乐呗。观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欢迎你关注5月28号晚间新闻。我们来看家国方面，麦当娜加拿大公司周三宣布，计划在全国超过1000家连锁餐馆推出免费的无限量无线互联网接入服务，其中1000家门店已经于周三开始提供此服务，另外400家门店将于本月底前提供免费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公司在声明中表示，加拿大1400家门店中超过 90% 将在5月底前提供新的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在无线接入服务由贝尔移动公司提供技术，贝尔公司已经在加拿大超过750家星巴克咖啡馆内提供了 WiFi 热点接入服务。好，大家各位要播报的就是这一条，注意不要在开始的时候像我一样说成麦当娜了啊。好，来，刚才我们谁的编号比较靠前？好，来坐到我们这边。待会儿注意啊，在听到我们这个播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听到我插一个小的新闻，可是你要稳住，然后呢你要把这个新闻播完啊，然后要把注意我提示你的新闻要用简单的方式播报出来。好，导播注意看那一集啊，321进广告。好，这里是 Woo TV， 给大家插播一则新闻，是来自麦当劳的。加拿大公司周三宣布，计划在全国超过1000家的连锁餐馆推出免费无限量无线互联网接入服务，其中1000家门店已于周三开始提供此项服务，另有400家门店将如60点是免费无线接入服务。请播报。现在插播一则新闻，昨天有一位20岁的男子在地铁被枪杀，是这样吗？你还问导播是这样吗？继续完成。我们继续我们的新闻。麦当劳公司在声明中表示，加拿大1400家的门店中，超过90%将在月底前提供新的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的无线服务接入由贝尔公司移动提供技术。贝尔公司已经在加拿大超过750家星巴克的咖啡馆里提供了 WiFi 热点的接入服务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听。谢谢这位选手。你还问导播是不是这样啊？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注意，我的声音是只有你们能听到，是从耳机里面传出来的，要注意这样一个场景哈。好，导播进广告，321进音乐。现在我为您播，
现在我为您播出今天晚上的新闻。加拿大公司周三宣布计划在全国超过1000家连锁餐馆推出了免费无限量无线互联网接入服务，其中1000间门店于周三开始提供此项服务，另有400家门店将于月底提供免费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公司在声明中表示，加拿大的1400家门店中超过了90%将在5月底前提供新的无线，将于下月起正式投入运营。现在为您插播想办法完成啊。现在为您继续播麦当劳的无线接入服务，由贝尔移动公司提供技术。贝尔公司已经在加拿大超过了750家。主播注意，多市公交车局首批新地铁已经建成，为您将于下月正式投入运营。进入下月头部经营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谢谢这位选手，谢谢谢谢啊，你还是好努力在完成你的工作。来 ，Diana， 你去看的最长时间的啊，来，导播。注意，3、2、1，那一季啊，进音乐。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，我是你们的主播达安娜。加拿大公司由周三宣布计划在全国超过1000家连锁餐厅推出免费无限量无线互联网接入服务，其中有1000间门店已经于周三开始提供此服务，另有400家门店略于月底前提供免费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公司在声明5月31号下周二，加拿大1400家店面中超过90%将在5月前防暑工作提供新的无线插入服务。现在呢，我插播一条新闻，加拿大多伦多市在这周会有气温会有所上涨，请大家注意好做好避暑服务。那我们回到麦当劳这个无线接入服务。麦当劳无线接入服务由贝尔移动公司提供技术。贝尔服务公司已经在加拿大超过750家星巴克咖啡馆内提供 WiFi 热点接入。在哪里做好避暑服务？服务给谁？服务给自己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谢谢三位女孩非常精彩的表情。今天真的很为难大家，因为咱们这个稿子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哈。好，我们究竟是这个三位女孩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等另外三位女孩播完这个娱乐播报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专业评审点评。进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我们再会。